香港機場有咩搞呢？大家好啊，我係 David 啦。今次我出發嚟到東京，咁大家玩具迷嚟講，對東京呢個名字都應該唔會陌生啦。一年起碼去一兩次。咁今次咧，我都會去走訪下玩具嘅集中地啦，有中野啦、秋葉原，喺高大嘅咁梗一定去台場啦。除此之外，其實喺日本咧都有一啲社區性嘅屬於社區入面嘅玩具鋪嘅，其實就好似我哋香港屋邨入面嘅玩具鋪，比較細間，嘢就唔多嘅。咁但係咧，有時咧可能喺入面發掘到一啲經典嘅玩具。咁有啲我都未去過嘅，咁今次都係同大家一齊去經歷一下，睇下啲咩特別嘅嘢。咁除此之外啦，咁今個週末咧喺東京市入面咧都有好多發佈會啊，一啲活動會發生嘅。咁係咩呢？喺呢度賣個關子先，大家留意我嚟緊呢幾段嘅新嘅片段就會知道。唔講咁多住，我就準備相機啦。你哋準備好未？留意喎。